那我再请教一下毕燕啊，嗯，一心积五伟力，一生只为你而洒的国语歌，国语歌哈，啊，你这首歌是写给谁的？写给我死掉的那一位男朋友。你确定他是男朋友？确定。你不是说你没有爱他？被害者啊。我应该有啦，多多少少感情。其实多深那个多深的怨恨就有多深的感情。那是我在里面经过四年以后，因为我们中间会有很多教化课程，嗯，我们就在慢慢沉淀嘛，慢慢沉淀，然后发现说其实是有爱，嗯，只是我们那时候我们两个人的那个爱都是不对的，就是扭曲的，嗯，因为他会觉得说他对我的爱是用打的，嗯，还用打的来表现出他的爱。好恐怖的爱，对，然后这是对于我那时候的，我会觉得说我被打多少就等于我牺牲奉献了多少，嗯嗯，所以我们对于爱的观念都是不对的，才会造就这一场悲剧。好，这个是毕燕写的啊，还记得当初我们相遇，彼此眼中的火花，彼此从此以后，你的身影在我心上占了最重的分量。曾经以为是以为提得起放得下，怎奈迷失爱恨中疯狂，最后两败俱伤，痛成铁石心肠，亲手将一切埋葬。你走了，我却留下，望着你的背影苦痛挣扎。当你喝下那碗孟婆汤，是否从此忘记我啊？我化成彼岸之花，佛前甘心承受风吹雨打，甘心承受风吹雨打，只为在你走过的咫尺天涯，开满无尽的牵挂，无影的牵挂，哈，嗯，你捌去甲伊梦境甲迄个无？哎，我顾及他亲友的感受，我是没有去拜他，但是我都有在做功德回向给他。我是佛教徒，佛教徒，对，我任何每次的回向都有包括他。谢谢。嗯，可以谈谈阿嬷吗？可以啊。嗯嗯，我阿嬷从小，我就是阿嬷养大的。对。嗯，然后之后，之后我12岁翘家以后，我就当然就比较少在家里。然后我犯了那么大的案件，我就更不能在他身边了。可是我出来以后，我2013年出来，我2014年我阿嬷没办法呼吸，我带去医院的时候，他已经癌末了。哦，真的？对对对。然后我那时候没办法体谅，就是跟我爸不联络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我阿嬷2012年因为中风有去做重大的检查，有去做大检查，医生就已经有跟我爸爸说，阿嬷那个肺部有问题，要去切片哦，有遭到问题了哦。所以我爸爸那时候隐瞒大家，他就没有带阿嬷去看医生，我就觉得故意的，因为啊，爸爸每年都会去做健康检查的人，他医生叫爸爸带阿嬷去切片，没有切片，然后就又隐瞒了大家。之后2014年我带去的时候，已经癌末到一个不能末，就剩没有多久时间，那时候我就放下所有的食物，因为那时候我刚出来，我是在做慈善功德会的，在帮助人的，那时候我就暂停一切食物来照顾阿嬷，然后照顾阿嬷总共快4年的时间，然后直到阿嬷往生。很怀念阿嬷哈。对啊，对啊。那你今麦做这是什么看鬼？我现在在拯救家禽家畜，拯救食物链最底层的家禽家畜。为什么他们要拯救？因为我那时候在帮阿嬷做功德的时候，就有那个接触到护生，那护生就是把那些那个会被家宰杀的那些动物啊，就到护生园去安养终老。然后就在因缘机会下，我有人送了我8只小鸭，那这8只小鸭我就开始，我就必须要给它养大一点啊，因为小鸭送过去很容易就死掉啊，因为我们要给它保暖啊，让它可以长白毛，可以那个防水的时候，然后在养育它们的过程中，我就遇到了一只最丑的。然后他说他就一直过来骚扰我，就叫照啦，阿拜照啦。他说他一来就有名字就叫阿拜。然后那时候我因为哈，其实我那时候生活就很行尸走肉，因为我阿嬷往生，我整个顿时依靠。然后就因为这8只小鸭的其中这一只阿拜，他就这样疗愈了我，他就走进我的生命里。我出门，他会在门口等我。然后我睡觉的时候，他就静静陪在我身边。那我在那边哭，因为我常常在家里哭，然后他就会过静静的过来在我旁边。陪我，阿拜，哇，好像很有人性哎，对，就很有人性，我就认知到说，原来我们一直把它当作是食物的
食物的他们、嗯嗯、居然也跟小孩子一样有感知灵性，就是跟我们人类一样有喜怒哀乐感知的灵性、嗯、然后我就岔悟了，我就说啊，原来生命、嗯、所以虽然我们都把它当作食物，我那时候就有忏悔说啊，我怎么吃了那么多动物、嗯、原来我吃的动物也是跟我们一样的、嗯，对，所以你现在是吃素吗？对，我是吃全素，然后我也是、哦、因为猫狗很多人救，所以像这种动物，其实我做这个拯救家禽，这非常的冷门，我甚至会被人家笑，在说哎，人在挤啊，你救的是要创啊，哎、嗯，救的东西那边去救我啊，是什么什么什么有的无的。然后，但是我就觉得说，没有人救的，我才要去救。嗯，不然那些猫狗很多人救嘛。就是我，而且我之前是从事救人的，嗯，帮助弱势的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多人做，那我做只是锦上添花，这个很冷门，所以我就愿意为他们雪松中送炭。好，不过其实我有看到他跟你抗议啊。嗯。你去甲叫伊阿爸，伊先无讲。对啊，这个最重要。对对对，改名啊。OK， 那你现在还会想要有婚姻吗？不会想。不，为什么？我觉得，就男女感情的这个小情小爱，对我而言，我觉得它是很局限、很局促的。嗯。反而是我现在在拯救这些动物。我觉得我把那个我的心力放在了拯救动物，我是救他们一大群的命，嗯，他们的命运可能就因为我去改变，而、啊、是如果我进入家庭，你要对小戴讲啊，对，嗯、我渴望红衣婚姻，不是的，就是小戴吃很多肉，哦，我都不好意思讲，所以才会这样子，我晚上就要去吃烤鸭，大家听一听，晚上都想要去吃烤鸭，看到阿麦就想要吃烤鸭了，呀，好，不过毕燕啊，我觉得好像越来越好。哦，王老师，你干嘛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没有，就是说他应该是大彻大悟了。嗯，然后他也越来越成熟。对，然后他过去的种种的不堪或者不幸，嗯，都因为少了信心嘛，然后需要有爱嘛。可是他现在已经有能力去被爱又爱人。嗯、那我想很多这边也是提醒很多的女性啊，其实现在家暴也不是只有女性，男性也是这样子。你要先懂得爱自己，保护自己，才有能力去爱别人嘛。嗯，所以我看这两位都是，我今天看到两位年轻世代的自觉，都很好，都很好哈。廖老师，我听了有什么感受吧？我觉得毕燕她现在内心很丰富，嗯，而且她是幸福的，对，因为有时候我们来自人的爱其实有很有限，嗯，可是你内心自在的丰满，尤其接近宗教，不管是哪一个宗教，你心中有宗教的一个力量，其实会改变一生啊。对，那怡婷呢？哦，怡婷，我看到她，我真的是觉得她一定会成功，嗯，不管做什么，只要她想做，一定会成功。我哪个你比较小？啊，有，保证有，打到手骨折，对对对，你拎起绝对金闪闪的，金闪闪，上千耶，上千耶，上千。你用目睭啊？目睭要圆滚滚，然后要亮亮的，袂使裸露，袂使裸露，裸露就是不新鲜。裸露，然后有些肉不新鲜，它就会凹下去。嗯嗯嗯嗯，是，尾鱼杜先生，没有，其实。毕燕刚出狱的时候，我就认识他。如果你还有印象的话，他那时候就因为去爆料那个主管的事情，然后去采访过他。对，那不过我觉得他这些年来那个改变太大，真的。其实我们常常，我是用社会现实面来讲，更生人哈，能够更生成功的真的非常不多，非常少。为什么？对，那而且因为我可能是环境使然，也许个性使然，所以他们真的是再犯率回笼率非常高。那毕竟他历经那么多的这种，我真的觉得黑暗面哈，真的不是太苦难了，对，我都听不下去。但是我发觉他还能够走出来，那真的是我们讲说十万不是万中选一，那真的是十万中选不容易，真的不容易，真的非常非常不容易。是是哦，所以那时候是因为新闻。对对对对，有在采访他吗？是，我怕他忘记我，因为不够帅。我觉得他忘记我，哎呀，我假的啊，所以可能没啦。对，因为那时候我真的就觉得他那个坚毅的能力，实在是真的，我们外人没办法想象，见不了不起啊！一个年轻的小女生哈，能够去。听说你在写书哦？对啊，对啊。哇！我自传已经到达15万字，还没写完。赞赞。新闻哇哇有 YouTube 频道喽，请大家搜寻新闻哇哇哇，或者扫描 QR code， 也可以按下订阅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请大家继续分享。